用挖土机来回清除杂草，扬起尘土。这块空地得先准备好，未来要给台积电当做设厂选项之一。在这边啊，感觉还不错啦。我觉得会带动地方的一个繁荣嘛。屏东企哦，或许会哦。屏东县府敞开双手，有信心准备好了，水电土地都不缺，积极争取台积电设 CoWoS 厂。目前有几个地点提供选择，不过是否确定到屏东还没有答案。而台积电一向不评论市场传闻，先前强调先进技术将持续跟留台湾。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扩大委外，日月光也持补持续扩产。不过日月光跟台积一直是。 我上已经讲过了嘛，我们是很密切的合作伙伴。我们扩增幅度啊，其实有加速，并没有减缓。AI手机啊，它放量是在后面的事情，所有的 device 都需要。加速扩产，刻不容缓。日月光评估客户需求，积极寻找最适合的海外设厂地点，宣布美国子公司 ISE 7月12号有剪彩活动，大客户都会参加。未来要在加州测试高端晶片，眼光还看到日本、墨西哥哪里最符合经济效益。 加州里面会有个免税区，意思就是说，全世界的客人可以寄 wafer 过去，做完测试以后，不需要经过很繁琐的，因应全世界以后快速in and out， 然后要衔接全世界，比如说高端的 wafer， 如果不在美国生产的话，怎么进美国？所以美国政府看到这一点。 吴田玉强调，北美研发能量强，台湾找到对的合作伙伴，四两拨千斤，和世界长处接轨，看准动向布局，将是未来目标。三立新闻张庭祥、刘志柔综合报道。